多次在伊斯兰国组织视频中出现的刽子手圣战者约翰，极可能呢已经在美军的空袭下丧命。美国军方是在星期四在叙利亚北部展开这起针对圣战者约翰的空袭行动。原名穆哈默·恩瓦季的圣战者约翰出生于科威特，不过后来随家人移居英国。美国说，他们追踪这名英国人已有一段时间，空袭由无人机执行。英国也证实了这起在叙利亚北部伊国据点拉卡展开的空袭行动。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literally around the clock to track him down. This was a combined effort,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both our countries was essential.美国国防部目前还在评估空袭结果，以确定穆哈默·恩瓦季是否已经丧命。美国上个月宣布提高打击伊国组织的力度，包括增派多达50个特遣部队到当地。美国估计会展开更多针对伊国组织领袖的空袭行动。